马上端午节了，给大家包个粽子。粽叶浸泡一个小时，圆糯米提前泡一个晚上，粽叶把根部垫掉，三分之一折回，折成漏斗形状，放一半糯米，放一个大枣，再放糯米，压实，折回，晾边安静，再折回，用绳子扎紧，再包一个豆沙的，再包一个米枣的，水开下粽子，大火煮上两个小时，煮好关火每一个小时，出锅。淋上蜂蜜，蜂蜜粽子请大家参考。